寒泥染血道雨星干一转灵标金粉沉光。平时呢就我哋系练基本功啦，咁一定会松咗个腿，压开个腿先啦，跟住就会做一啲踢腿嘅动作啦，跟住我哋就会打靶子，即系打枪练枪咁样咯。基本上应该系每日都要练，我谂3个钟头都可以嘅。千山，香港90后新生代粤剧演员，接触粤剧已经有15年。他每个月都有平均4至5场演出，但从1月底开始，他的演出全部取消了。暂时都是知道呢4个月嘅系取消晒嘅，咁就总共起码有17场系取消咗咯。本身系好失落啦，一定，因为半年前已经开始准备紧噶啦。1月23日，香港公布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，香港的抗疫之战正式打响。随着疫情在港逐渐蔓延，港府出台多项措施管制人流，酒吧、戏院、麻将馆等公众场所也相继关闭。粤剧演员多数没有固定收入，手停口停，行业陷入寒冬，演员纷纷转行，千山则找到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新舞台。Hi everyone, I'm Mitchie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其实我是第一次做的，除了可以分享一些我过往演出的片段啦，咁我亦都可以即系当中介绍粤剧俾一啲唔认识粤剧嘅人士啦，可以达到一个更广阔嘅观众层面咯。都系非常认识嘅。咁我哋喺喂，陈英上条楼，系跟住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交啊，交数啊，交数 ，OK OK， 好。太子西200号，收到收到，好快，多谢晒 ，OK。和千山一样，餐厅老板新哥也找到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。新哥是香港潮州打冷店老字号陈怡兴饭店的掌门人。这个招牌从50年前父亲创立以来，第一次有外卖服务。边个去？入行我想都40年了，都未试过在打冷那里或者在潮州菜做外卖的，现在未让我试试，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来的。蚀啲咯，我们的士来往都有的，送1000几蚊东西，200几蚊的士的都。不止新哥，店铺里的服务员甚至店铺主任也转身成为外卖接线员、送餐员。疫情新挑战下，每一个人都在转变自己的角色。呢班后生仔佢肯去做，冇第二句说话嘅。咁即系大家都有个心想嚟做好呢件事，想嚟做呢样嘢嘅。咁我觉得就冇难度啦。我觉得系咪先？讲咗坐位先啦。咁我就坐中间啦，希我就坐面对镜头嘅左手边。咁阿玲姐就坐右手边咁样啦。当新哥即将迎来当天的生意高峰期时， Michelle 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 Michelle 入行做婚礼统筹师已经10年，今晚他有一个新挑战，他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场直播。我哋其实今晚呢个直播呢就9点钟开始嘅，咁呢个时候我哋喺度做咩呢？其实我哋而家呢就係夹下我哋3个人大家一阵间直播嘅时候嘅位置啦，我哋嘅流程啦，同埋我哋嘅定位，每一个人要负责嘅角色係讲啲乜嘢啦咁样。直播前3至4个小时， Michelle 和另外2位婚礼界行家已经来到直播场地。一场1小时的直播需要一个近10人的操作团队，提前1周策划，提前半天布置。9点一到，直播准时在 Facebook 上开始。很快，3位直播者收获了第一个赞。最终，这场直播为他们带来了将近200位潜在客户。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呢个 post。拜拜。咁其實今次咧，即係一對100几人咁樣啦，即係唔同嘅直播嘅人。咁其實呢一個心情其實係興奮嘅，因為我好想利用呢個平台咧，可以 share 啲資料過去俾佢哋嘅。疫症爆發嗰段期間，我相信大部分婚禮行業咧嘅生意都下降至少都係40%至60%左右噶啦。咁但係透過我哋而家喺線上一啲嘅宣傳啦，或者一啲展示咧，
可以嚟拉窄翻依個損失嘅距離，可能去到20%甚至乎30%，我覺得係一個長期一個發展方向。一場疫情讓所有人措手不及，有人堅守，有人放棄，也有人勇敢走出來，邁開腳步，嘗試新的路。這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挑戰。而家係一個都係算一個真正嘅大嘅轉機嚟嘅，無論係傳統行業又好，一啲新創立嘅行業都好，我覺得係要因應個時代去不停去改變，不停去求進啦。咁我覺得當然係呢個舞台係變大咗啦，因為可以去接觸到更多唔同嘅人。粵劇咧仲有好多嘢真係可以去解釋啦。喺我有時間，我一定會係去繼續去製作呢啲片段同大家去分享。疫情對我梗係打了我幾拳心口啦，做零售做餐飲係咪先？咁但係呢個都係冇辦法嘅。我哋做到出嚟啦，我哋日日都開檔，冇減人工啊，肯捱咯，都係呢啲都係香港人嘅精神嚟㗎。